一周五个工作日，早上九点尖峰时刻，整层楼大理石铺面践踏出拖拖咔咔，咖啡机呼呼噜噜煮出香气，厕所满座，一群以排泄开始一天的快乐工蚁，如此开始的一天，天上的鸟，地上的兽，脊椎直立的人猿后裔，各有各的位置，日光朗朗。他是怀念加班到深夜，人生透支到焦枯，眼窝发烧，耳朵烧烫，嘴唇皲裂，屋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，大脑频频进入宕机状态。尴尬讲固定有来呢，早时的个白色，讲是找无路，唔过心，所以想想的一定就来一抓，讲是要见阿姑最后一面。一直打电话给阮阿兄，不知是等个什么人，讲话大字搁兴起，找无这所在。一分钟讲够啊，就淡无。开卷好书奖，是好书，也是好看的书。